您好，欢迎收看9月1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卢宇慧。由教育部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六艺剧团携手合作的反霸凌乐舞剧《朋友烂到丁》校园巡回展演，15号来到了花莲的志强国中，生动细腻的舞台剧表演，提醒同学们要有什么样的反应和作为，期盼可以强化师生防治校园霸凌的观念。由教育部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六艺剧团携手合作的反霸凌乐舞剧《朋友烂到丁》第四场校园巡演15日来到花莲县自强国中，剧中以夸张逗趣的方式呈现班级发生的霸凌事件，描述一个曾经霸凌别人的转学生在新的班级再次看见霸凌同学，而透过老师的经历分享和辅导，在校园竞赛同学之间合作，将彼此的误解解开，为错误的言行表达歉意。我们用戏剧的方式来宣导所谓的反霸凌。那么因为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霸凌的这个事件呢，其实在校园里面是层出不穷，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一出戏呢，让孩子们能够了解基本的霸凌的状态，同时呢，也可以在这出戏里面学习到如何面对霸凌，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，来保护自己啊，或者是来保护自己身边的人。自强国中校长唐慧珠表示，对于校园霸凌，导师与学务处扮演关键角色，对于服装言行出现异样的学生，会成立个案了解，与学生建立良好信任基础，孩子才会愿意说出心里的困扰，获得解决。你从他外表穿着，还有他的言谈，他退却的或者是特别服装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说，哎，孩子发生什么事了，或者是那种特别的暴力哦。就是或者是出勤状况不好的孩子，那我们辅导室都有专辅老师是会列入个案。那这一块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讲，有的孩子他害怕哦，他不敢表达，那时候如果说导师是足够的支持力量的话，孩子会讲，事情只要能够讲出来就可以获得处理。期盼借由这次巡演引导学生以同理心反省思考，就算身为旁观者也要有什么样的反应和作为，在寓教于乐中教导国中阶段的孩子如何保护自己，尊重他人，知道自己的独特，接纳别人的不一样。记者蒋邦彦，华联社报道。